我们今天新闻网呢，要大家关心这个房市的一开始，就是要带大家省荷包。继续，我们带您看进房子的装潢，最最花钱的这一块是哪里呢？厕所，厕所没搞很多。我一跟在场的这些来宾一讲到厕所，大家都很有感觉。看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分享。新闻网带看房，今天俊相得大家看到的是隔间装潢最花钱的三个单位，我们带您看进去。第一个就是正在进行的拆除隔间，还有木座、天花板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。但是还有一个更花钱的所在是哪里呢？预测。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设计师 Kenny， 欢迎 Kenny。你好。是 Kenny 来跟我们说一说预测的这个部分呢，它多么重要，然后它其实最花钱的一个单位是吗？是，其实，在一间室内装潢里面来讲，如果你有动用到厕所的话，它其实的造价其实都不菲，因为你要从基础工程开始做打底，打底完之后要做防水层，是防水层完之后再是贴瓷砖，瓷砖完之后才是器具的东西，是。那这些东西都是新台币一张一张一直不断的在增加当中。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，其实是它还没有做基础工程以及这个防水 的部分。接下来呢，像这样的一个筹备小小的一个单位，要进行三个部分：泥做、防水还有瓷砖。这间房间呢，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主要放在外头的，这个是一个客厅，客人来可以使用的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吗？这一间房间它就是一个完整的预测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到了，今天就是说泥座的部分哦，它有一个防水坡度不能小于10度，好，不能小于10度。那如果我小于10度会怎么样？是，那我们从这个淋浴间里面来看得到的话，是这个泄水坡度就是有做好它的一个坡度的上面的一个控制，所以我们当我们的水热浇灌在地上的时候呢，它的水流就会往这个导水沟里面去跑。那这个就是有做好这泄水坡度。那如果你没有做好泄水坡度的话，就变成是你在里面洗澡的时候，你永远地上都是一滩水在那边。第二个mega是防水哦，这个实在我感同身受。壁面的防水高度要高于150公分，这个mega是什么？150公分大概会是在这个位置。所以防水度这么高啊？对，要做到这个高。OK， 但是我们尽可能都是会做到这个。180，对，180公分的高度，就怎么样的水溅都不会溅到那个位置去。那我帮大家问一个问题，这些投注眼镜红兵哦，难看不办？我跟你讲，你也搞做个八倍哦，可是我眼睛看不到，它已经埋进去了。消费者应该要怎么样在这个地方把工程的品质给盯好？是，当然这个部分的话，就要交给这个专业的设计师，然后去帮你做这方面的一个把关哈。除此之外，你消费者在进来看的时候，如果师傅开始在做这个泥做工程的防水的阶段的时候，你们也可以自己来看一下，它在这个部分呢，就是一般的水泥砂跟有上了这个弹性水泥的防水层的时候，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就可以判别说它的防水高度这是做到多高的程度。再来，我们看到预测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关键，这关键就是瓷砖，这个态度被安怎买，被安怎建，有另外一个预测的空间，你看起来就非常清楚明了。我带大家去，我们来到这是另外一户已经可以使用的，是它的瓷砖贴法，还有它的选购，可以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？我们尽量尽可能在厕所的瓷砖上面来，壁砖呢，它的尺寸上面要大过于地砖。有吗？有哦。对，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地上的地坪呢，它的地砖的那个尺寸上会比较小一点。是。那它的沟缝的地方比较多的话，它的水流就会比较快。进口的跟国产的其实这个价差是相当的大，有多少价差？大概有10倍以上的价差哈。是，因为但是进口砖跟我们国产砖，其实它最大的差异性是进口砖它的这个就是材质上面的变化，跟它的造型上面的变化比较多样化一点。举个例子，现在坊间也有很多的是像仿清水磨砖哦，或者是仿鳄鱼皮砖哦，这种东西，或者是仿木纹砖，对，这种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在进口材质上面才比较看得到的。在这个巨大的价差之间，会不会有可能可以做文章的灰色地带？是，因为在如果进口的瓷砖上面来讲的话，平常心讲的话，在设计公司的包装上面也幅度会比较大一点。以国产砖来讲的话，其实要仿价的话比较容易寻得到价格。是，那进口砖的话，很有可能是这一批你喜欢的这一批货，就只有一家厂商有。对，那他如果跟你报价说一瓶要5000，你也只得买单，没得含扣，对不对？好好，那我们看到了头顶上呢，这个抽风机的这件事情呢，这个要特别跟大家做一个提醒了。你要先去了解的是说，这个空气它是否是真的有把它排出去到户外去？是，所以这就值得我们要去思考的地方。是，你可以从厕所的检修孔去打开看一下，看这个抽风机上面是不是有配置风管。那有配置风管的话，就是它可以把这个
厕所里面的空气给排出去外面。但如果有些 住家来讲啊，或者是有些建设公司，他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他可以从这方面去偷，就变成是他并没有把这个管线呢给拉出去外面。我们给大家看到呢，在这个预测小小的空间里，还有一个价差极大、藏很多细节的所在，就是干湿分离门。就是这一扇门喽，好，这扇门有分两种，无框的跟有框的，无框的2万块，然后有框的7000块，这会不会差太多了一点？你告诉我们这个美感差在哪里？那这个有框的话，它顾名思义，它就是它的材质本身不是玻璃，它是用 PU 的一种就是强性塑胶的材质。无框的部分的话，它的这个就是透明度的话，穿透率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它本身的这个防水的系数上面也比较高一点。我们现在看到是漂亮的，这是无框的，对不对？2万块哦，给它贵，有没有可以在这个地方偷钱的功夫？如果是在这个无框的这个造型上面来讲的话，如果要去节省这个费用的话，它可以从一些五金配件上面去做一个节省。举个例子，在这框的部分，它可能可以用一些电镀的产品。那这个时间久的话，它容易也是会就是会生锈。对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在玻璃的本身的厚度方面来讲的话，它也可以做一些调整。是。当我们这个无框的玻璃的尺寸放的越大，你在这个玻璃的厚度上面也要去做一个增加。是。对，否则就会造成说它的结构性的话会比较弱一点。给我们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温馨的小叮咛？其实我们还是回归到基本面的，就是你只要防水排水只要做得好，你在厕所使用上面就安心没烦恼。